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电影无不知，我是你们的不知小妹。今天给大家讲述一部法国惊悚恐怖电影《眩晕》。三男两女在做上山前的最后准备，他们分别是光头、卷毛、金发妹、黑发妹和胆小哥。其中卷毛和金发妹是带队者，他们有丰富的登山经验。黑发妹和胆小哥是一对情侣，说来也巧，光头正是黑发妹的前男友，前男友现男友一起攀岩，这可是一趟有意思的旅行。虽然黑发妹说和前男友已经分手四年毫无感觉，但是一路上胆小哥和光头也是火药味十足。在车上为了缓和气氛，金发妹放起了他们高中时最喜欢唱的歌。在一路高歌中，一行人到达了目的地，有经验的卷毛首当其冲给大家带路。很不幸的是，这个景区前竖了一块警示牌，景区已经关闭，游客止步，这可怎么办？千里迢迢到达目的地，可不能败兴而归。卷毛就说了不用在乎这些广告牌，于是带领众人继续攀岩。卷毛三下五除二就爬到了半山腰，扔下绳子继续一行人的铁索攀之旅。光头为了在前女友面前一展雄风，率先攀爬。胆小哥看着悬崖峭壁瑟瑟发抖，在黑发妹又亲又抱的鼓励下，胆小哥终于踏出了第一步。就这样一行人爬上了悬崖峭壁，走着走着，五个人来到了一个吊桥面前，想继续前进就必须经过吊桥。这次还是卷毛打头阵，在登上吊桥之后确认安全再通知大家经过。先是卷毛，然后是光头，紧随而后的是黑发妹和胆小哥。金发妹断后，本来一切进行顺利，这时候胆小哥又不行了，看着桥下的悬崖峭壁，胆小哥一阵眩晕，腿都站不直了，还得需要黑发妹回头鼓励一波才可以。在即将到达对岸时，胆小哥使劲转了一下吊桥的钢索接力，这一转不要紧，导致整个吊桥的绳索断裂，金发妹还在吊桥上呢。还好有经验丰富的卷毛，在金发妹即将掉入悬崖的最后一刻把她拉了上来，这下可好，没有了回去的路。一行人只能继续向前，周围都是悬崖峭壁，只能继续攀岩前进。卷毛还是第一个跑在前面，金发妹紧随其后。没想到攀岩到一半，前面的绳索断了，卷毛哥和金发妹决定先爬上石壁到前面探探路。没想到卷毛哥不小心踩中了捕兽夹，小腿被夹得血肉模糊。在另一边，胆小哥的绳子断了，悬挂在半空中。光头见状伸手去救胆小哥，结果两人一起挂在了半空中。卷毛在听到声音之后命令金发妹先去救两人，在金发妹的帮助下，两个人被成功救起。当一行人回到卷毛受伤的地方时，却发现早已不见踪迹，他们在地上发现了血迹和拖拽过的痕迹。失去卷毛这个主心骨，四人乱作一团。胆小哥说了，我可不在乎他的死活。女朋友黑发妹却发话了，决定先去找卷毛。在寻找的途中，光头和胆小哥就因为黑发妹打了起来。黑发妹见况不妙，前去拉架，结果意外掉进了一个陷阱。金发妹带好装备下到陷阱里看看是什么情况，原来整个陷阱里布满了尖刺，上面还挂着骷髅。黑发妹的手臂被这些尖刺刺穿，还好没有生命危险。这时天色渐黑，下起了小雨，在极端的环境中，金发妹有些崩溃了。这时黑发妹再次唱起了高中时候的歌，鼓励大家不要放弃。金发妹立刻提起了精神，四个人决定拴在一根绳子上，这样在黑暗的森林中就不会走失了。让人没有想到的是，走在最后的金发妹被弓箭射中了心脏，绳子突然断开。黑发妹眼睁睁看着金发妹被拖走，消失在黑暗的森林中，却无可奈何。这时三个人意识到了山中的危险，这里还有其他人存在。山中的温度开始逐渐降低，三个人冻得不行，可是还是要继续前进找到回家的路。就这样，黑发妹、胆小哥和光头再次出发，在寻找回家道路的过程中发现了一栋房子，结果在这个房子里发现了死去的卷毛。看来这是杀人狂魔的老巢。胆小哥说了，卷毛哥的背包里有照明弹，我们可以用它来呼救。光头在寻找照明弹的时候，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地下室。当找到照明弹想要爬上地下室的时候，却被胆小哥抢过照明弹将光头锁了进去，心想这下黑发妹是我一个人的了。就当胆小哥要带着黑发妹离开的时候，杀人狂魔竟然回来了。黑发妹和杀人狂魔纠缠在一起，胆小哥见状没有上前救人，而是转头就跑。他跑出房子点燃照明弹就疯狂逃窜，另一边被杀人狂魔抓住的黑发妹被绑了起来。就在黑发妹马上被杀掉的时候，胆小哥良心发现返了回来。杀人狂魔对胆小哥穷追不舍，黑发妹挣脱了绳子，把光头从地下室救了出来。本来两人可以顺利逃跑，但黑发妹决定去救胆小哥，胆小哥最终还是被杀人狂魔追上了，
两个人在悬崖边上大战800回合。在胆小哥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，却意外掉在了悬崖边。还好光头和黑发妹及时赶到，但是光头并没有把胆小哥拉上来的意思，而是松手将他推下了悬崖。所谓天道好轮回，苍天饶过谁。就在两人喜极而泣的时候，光头被杀人狂魔一箭射死了，正中后脑勺。你永远都不知道一个女人有多狠。黑发妹拿起刀和杀人狂魔单挑，经过一阵激烈的打斗之后，杀人狂魔惨遭黑发妹割喉，还残存最后一口气。本来黑发妹能直接把他杀死，但是他心软了。最后黑发妹再找到了下山的索道，他坐在索道上，似乎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。但是身后的杀人狂魔拿起匕首站起来，走向了索道。影片最后，搜救队发现了6个人的尸体。看完电影之后才明白影迷为何叫眩晕，镜头不断晃动，确实有眩晕感。这样的拍摄手法又给电影加上几分恐怖的气氛。被吐槽最多的就是胆小哥了，有恐高为什么要攀岩，拖累整个队伍在关键时刻为了活下去弃人而去，将人性演绎的淋漓尽致。最精彩的莫过于黑发妹和杀人狂魔决斗的片段，小小的身体爆发巨大的能量，在软弱的人在遇到生死攸关的巨大灾难面前，也会顿时获得一股强大的求生力量。在凶悍的人被碰到了心灵深处那根柔软的神经，也会一时间失去了斗志。